声，同款为台湾伫咧拍拼。烟香啊，虽然一点仔囝，但是相当的响，一众党万兵，台湾的坚定的力量，台湾团结人民。吴坤辉主席，咱来欢迎伊主席。我呾每一年拢来甲大家会加油，来甲大家会鼓励。相信听着大家同啊声，已经证明讲，吴坤辉主席的付出辛苦，为着台湾的坚持，咱大家拢点滴在心。咱也来听吴主席来甲咱讲，讲今年坎坷的一年，伊有甚款的感受？欢迎。各位家人，听主持人，各位朋友好。咱用来为主人咱大教会李会长、卢会长吼，咱吴先生吼，苏明吴先生，吼咱黄坤宏周会长吼，咱台湾乡来咱的老会长吼，咱吴是吴会长，黄玉水黄老师吼。张昌宏啊，张市长吼，咱的国策顾问吼，今仔日在场所有的爱台湾、为台湾付出全力咧维护台湾主权咱的所有台教会、咱的教授、咱的会员、咱的好朋友，大家阿妈，大家好。今仔日这场面非常的热烈，这代表讲咱大教会是为咱大家共同的这肯定。大教会长期以来为了维护台湾的主权，提升台湾的主体意识，强化台湾的这意识，会使讲全力付出站伫领导的地位，长期这叫做传播这款台湾意识，长期为台湾这各种危机的时阵关键时刻的时阵，拢站伫头前，来领导咱的思想、言论、等等实在讲互人真敬佩安尼。尤其是最近这反核、反服贸看咱李会长甲咱大教会。所有的朋友，咱会使讲不眠不休全台湾走到到，就是咧为咱确保咱台湾的安全来拍拼呢。所以我伫遮首先表示这深深的敬意呢。各位先生、各位好朋友，台湾今日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这时刻，这。中国呢要并吞台湾国民党参与联手，步步咧进逼，这一发掏空台湾了，是嘛？这签署这服务贸易协议，这协议老实讲简单，就是咧全面，这叫做开放中国人来遮开店抢咱的生意。大量移民，所以这对咱1000种以上的这行业，10000000人的这生活，造成真大的这影响。这若予伊通过，真正对台湾这手面趁食、中小企业、微型企业，会使讲会使讲真大的这影响加这威胁安尼。这绝对袂用通过，但是服务贸易协议黑箱作业签署了，即马嘛咧黑箱咧谈这货品贸易协议，这货品贸易协议，这经济第五次这两岸的经济合作，这委员会呢，这讨论了有共识，要开放这贸易额的90%的例外，这个涵盖。咱的海关的项目80%到85%，所以这算起伫海关的总项目内底，8925项内底占到7500项以上。这若入来咱台湾制造，差不多拢会拍倒。所以这若入来，就形成一条龙的经营。
这胡茂的协议先来控制，控制这通路啊，货品贸易协议会员直接入来，一条龙的经营，这完全是全面绑架咱台湾的经济。啊，这物件，老实讲，就是统一台湾、平均台湾，真重要、真关键的一部分的。啊，咱啊，大教会啊，民进党咱各社团，甲台民大家做伙反对民意，反对这個、啊高涨的，啊，甲弟弟欢迎甲冻掉的。啊，即马啊，感觉讲对于平均台湾的这個、这叫、個、做。步骤加这策略，会使讲啊，做一下大影响改变去啊。原本的服务贸易协议来通过，货品贸易协议，搁刷落呢，用我货物办事处，搁刷落去签什么，用我军事互信合作，而且协议是协议，啊，过来就是和平协议。所以这服务贸易协议是另外一个动力，经过伊的批评。平均台湾的这策略受到真大影响，各位，咱一定爱做。但是国民党你来看，伊挡袂牢哦，要塞路嘛无，你知无？因的党团已经通过，你要通过是动用警察权，但是你无，你要甲我讲，我就用强的啦，我无惊见笑啊，我无良知啊，我就是。要用强的，要用罗马波，要来甲你通过安尼。啊，你有啥物办法？两公，新民党即摆伫摆伊无这党团，啊，即摆知影咱民进党有党团，台联有党团，台联的党团讲三色袂使，啊，提高到六色，再咱成党团。知影有两个党团发挥影响力，伊就挡袂牢啊。伊讲诶，德国。啊，过5%有六色，所以爱六色才会当成立党团。但是德国是联立主义，甲你讲讲者，那咱若照德国的这制度，台联9%几的得票率，会使有10%的入围，你知无？所以呢，这完全是罗马波，啊，完全是骗人的。这物件唔呐，干呐讲为服贸协议，为将来两岸合作办事处。政治谈判，这拢一系列，伊就是要开始用毒强的部署。所以今仔日这有时间真宝贵，我已经小可占啊较长的时间，未使阁讲的。总是伊要用强的，要用强的罗马波，要用强的，咱来强对无？对。咱来谈个点名对无？对。因为知道。这服务贸易协议通过，确实对台湾的经济完全有绑架的。啊，大量移民过来，咱台湾是无当翻身。所以啊，伫遮，我一定追随咱大教会之后，共同来打拼，为台湾这关键的时刻，应该咱斗阵团结起来，团结到咱，咱一定强起来，一定来动，好不？好，多谢大家。啊！祝咱大家有今日啊，参会圆满成功！来，各位嘉宾、各位律师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健康快乐，万事如意！啊，多谢大家，感谢感恩感恩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多谢，多谢，谢谢，多谢，谢谢。是不是咱大家我们来个大人，我们赶快来个加油起来，赶紧做出来个加油起来，台湾团结了没有？五个人主席。多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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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。但是加油就好啦，吼，包较等下吼，不会惊，我惊讲伊甲咱地兵带咧，无啦，即讲笑吼，拄则甲你讲笑。